这也算是 ART 目前准备中，然后要进入一个排型以后，它才进入开始。照着它的数字按就可以了。开始了，哟，是人呢，对战呢，四颗星，所以呢，赢的机会很大。那白色的字这种抓牌的，有可能没中。他先开打，现在又是他攻，完蛋了，不要倒，打三次，这一二第一次第二次都要打，第三次应该就该我们打了，所以应该就我们赢了，红色的该我们打了，所以我们赢的机会很大。打下去我们就赢了，哎呦，还没有，要把这个油打掉、哦。哇，我们油越来越少了。难的难的。哎呦，挡住了。奇怪，都我们都不会攻哎，都他一直攻我们哎，你看，又是被他攻，还真难呢。啊，挂掉了。刚才那个对战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又继续 ART， 要把这个消化掉。这是目前还有35步，也就可以转30武器。这是要找牌，看你会出现什么牌。对准的紫色，哇，蓝色代表债，所以它一定会出现债。